我，沈宁今天不是发生意外了吗？我也是心情不好，所以出去散散心。多谢二位搭救之恩。朱先生既然没事儿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好。你刚刚怎么不多问他些问题？那老头一看就不对劲儿。我问了他就会说吗？还是你希望我跟他说我们大半夜跟踪你，然后发现你在那儿胡言乱语？那也不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。你看他那心虚样，一看就没做什么好事。不过，你刚才那一巴掌打得不错。那当然，我就是看他不爽，想替沈姑娘出口气。到了。什么到了？到房间了。这场今天就是我的了。你半夜要是敢上来，小心我咔嚓了你！哼！怎么？不认识我了吗？阿全，我早晚收拾你们俩。什么叫我在床上？这明明是我的床，而且昨天晚上是你把床还给我的。我哪有？你干嘛去？急呀。那我睡床上了。我不管，你就是上了我的床。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明明是你上了我的床。无耻！你个泼妇！你敢骂我？骂我！周公子、柳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好着呢。那便好。今天是第二个话本，我特来告知一声。不过不急，二位可以慢慢来。那妙娘就先行告退了。要我说，那话本中的阿宁跟那个郎中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虽然没有听见他们在门口的谈话内容，但那郎中闻过香炉里的香之后，明显没了之前的慌乱，定是抓住了阿宁的什么把柄。也许那个阿宁根本就不懂什么医术，他用的那个香肯定是有问题的。可是这郎中既然闻了香，又没有揭穿阿宁，而阿宁又是第一个话本里的凶手，那这郎中会不会是阿宁的帮凶啊？
各位，这里是第二个画本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阿全掌柜，我刚从少府送药回来。少老爷送了咱们几坛青梅酒，说是快到中秋节了。嘿，放这儿吧。哎，有没有谢谢少老爷？谢了谢了。掌柜的，我还有个事儿。说呀。我刚才在府里听到东家大少爷说是要差人查咱药肆的账。怎么回事啊？是没有啊，还是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掌柜的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这账上的事儿万一被查出来，那可就了不得了呀。没事，你先给我盯住了，我自有办法。阿全掌柜，您稍微快点儿。阿虎，大少爷到底怎么了？你就先别问了，我求您了，脚步放快点，我家少爷正等着您救命呢。怎么样，大少爷中的这是奇毒啊，此毒怪异。恐怕会有失明的危险呢。这怎么会这样？老爷您别急，这样我开一剂方子，您让阿虎早晚各一次敷于大少爷的眼部，可缓解症疾。好，阿虎，哎，送阿全回去吧。好，老爷别着急啊。老爷，苗族巫医的仪式已经准备妥当了，说是让把大少爷绑起来抬过去。老爷，这把大少爷绑起来，这苗族巫医可信吗？这个，难道你还有别的什么法子吗？行了。